話報紙咧講張藝嘉憑呢個電影《燈火闌珊》咧成為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喎。老實講，我真係幾乎都忘記咗張藝嘉呢個人。佢呢度又話，即係報紙啊，呢度講話 LED 取代咗呢個霓虹光管咧。就覺得呢個世界嘅轉變啊，真係可以突然間由一樣嘢轉變啦，第二樣消失得無影無蹤啊！所以香港嗰啲咁嘅霓虹光管啦，而家少咗好多嘅霓虹光管招牌，而家冚唪唥啊變咗 LED。咁咧，即係相對上咧，啲人就話：哇，遲啲可能呢個大銀幕啦，俾呢啲小熒屏啦，即係啲手機呢啲熒光屏啊，或者電腦嘅熒光屏取代啊，即係越嚟越少人去戲院睇戲嘅，唉，死得～